线将澳门的轻轨线网伸延至横琴口岸，连通琴澳，为本澳的市民和旅客提供了进出横琴口岸新的交通出行选择，亦都体现了集体运输交通线网融入湾区。横琴线的通车意味着澳门和内地的轨道交通实现了对接，亦都意味着琴澳民众能够更方便地互相融合交流，协助澳门更积极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。心情就好开心，好兴奋啦！我期待呢个横琴线开通了之后咧，可以促进到两地人民的交流啦，同埋可以促进呢个旅游业嘅系。